各位弟兄、各位姐妹，主日平安！又到了我们主日学的时间。这个礼拜呢，我们的题目是教会历史的第九讲，也是教父后期教会的第十讲。那照理在我们开始讲这个新期的主题之前，让我们来回顾上回我们讲的一些题目。好，上回我们提到说，教会受破坏的一些历史哈，从公元30年到320年之间，我做了这样一个表哈，把所有的这个有关基督徒受到迫害的全部用红色框起来，在整个的教会成立的从公元300年到320年之间，有将近290年里面，有90年。事实上，教会是受到帝国的压迫，其中有11年，事实上是帝国系统性的想把整个基督教消灭掉的压迫哈。那我们也提到说，这个教会受迫害的原因，我们说当时这个社会反对基督教一个主要原因是，基督教跟罗马多神教之间要起冲突，同时一般的人认为基督教会弱化帝国的国防同时他们也认为说基督教会主导着帝国的统一。基督教跟罗马多神教之间的冲突其实最主要原因都是因为基督徒不拜偶像嘛所以他不跟罗马的诸神献祭烧香在有关这个弱化国防的问题呢，是因为很多基督徒会拒绝入伍参军，因为参军了以后就会使用武力，或者是要到神庙里面祭拜偶像或宣誓。在主导帝国统一的问题上呢，表现出来就是因为基督徒不敬拜皇帝然后同时他们不认为皇帝是神的代表，所以被称为不爱国被人认为是妨碍帝国统一的行为这些原因呢，促成这些原因就是造成这个教会受到迫害。那我就做了一些这种统计表，我们可以用蓝色代表罗马帝国人口，然后橘色是那个 bar 呢，就代表这个基督徒的人口基督徒到320年的时候，几乎只成长到前帝国人口的1/3特别在公元200年到320年之间，有一个很大幅度的成长这表示呢，教会虽然受到帝国的迫害，但是事实上帝国迫害教会却失败了。那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人们认知到帝国的衰败并不是因为基督教而来，反而是因为帝国本身所造成的。第一个当然是精华争夺地位造成政治混乱，然后边防就衰弱，然后就引起外族入侵。同时，因为连年战争男丁死亡众多，就做工的工人就减少，农业产出及时衰减，就造成物价上涨。然后当时的这个没有很好的财税经济政策，就造成产销失调，那物价更加上涨，就通货膨胀很厉害。在这种情况呢，我们实际上从这边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在公元250年跟公元300年左右，当教会受到系统性、全面性中要消灭教会的这种行动之下，反而呢有一个很快速、高速的成长。这原因在哪里呢？是因为当信徒被抓到竞技场要殉道的时候，他们好像是很镇定的在竞技场里面对着全场的观众宣教，然后唱诗歌或者祷告。那这让前帝国的百姓有机会了解到，其实基督教是一个正派的宗教然后同时他们这个就积极去认识这个福音，然后相对性的就很多这个帝国各地的百姓因为了解到基督教，然后就因为这样反而就加入了基督教，所以在这个虽然受到很激烈的迫害，反而可以很快速的成长。那我也提到说，康斯坦丁大帝跟这个基督教有很重要的关系。康斯坦丁呢是第一位信仰基督教的罗马皇帝那他是基督教教会发展的关键人物。在313年呢，康斯坦丁也颁布了这个米兰谕旨，然后承认这个基督教是一个帝国合法的宗教。那这个事实上是一个划时代的谕旨，为什么？因为基督教就因此而脱离了帝国系统性的迫害，所以让基督教能够和帝国里面其他宗教一样立正，
平等的地位来公开传教啊。那为什么我们前面说康斯坦丁大帝跟基督教很重要的关系，是跟他的宗教观有很深切的关系？他就施行了一个新的政策。他的政策呢，基本上第一个，他就给这个百姓自由选择宗教信仰的权利啊。所以，那同时他也尊重、坚持啊，信奉罗马东神教人的信仰自由。他也没有强制去推广基督教或者某一个宗教啊。但是最重要的是，他给基督教一个这样自由发展的空间啊。所以我说，这个是他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性的地方。另外呢，他是也就特别对这个基督教特别的礼仪跟尊崇啊，同时他又给宗教团体这些合法的宗教的一些免税钱。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他认为军钱是神授的，是皇帝的权力是来自于神啊。那当然这是古代的一种想法，跟现在国家的统治权是来自于人民啊。这个当然是一个进化啊。所以我们说，因为康斯坦丁有这个新的宗教的政策关系哈，还有这种观念就给了这个帝国带来了新的生机，同时减少了这个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替基督教打开了一个快速发展的大门。我们前面都一直在提这个教会跟外部的关系，说外部的压迫，那是不是教会内部就是铁板一块，非常坚定？事实上也不然哈。在过去这个将近300年里面呢，就公元30年到公元320年之间，教会内部实际上也有很多冲突。我们就来谈谈教会为什么会有这种内部的冲突？那这些内部冲突是有哪些冲突？那冲突的结果又是到底是变成怎么样？哈，那我们说这个教会内部产生冲突的原因呢，最主要是因为教会到了公元30年呢，它已经从巴勒斯坦这个区域往外扩展啊，从耶路撒冷往外扩展，一直到传遍整个罗马帝国啊。也因为是往外扩展，所以就开始以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宗教、不同的哲学思想、文化或甚至道德观念起了一些冲突啊。所以教会内部产生的冲突啊，当我们去调和这个犹太教义的冲突呢，这里面最大的当然就是一个所谓犹太就福音的犹太化或者律法化。那当我们去调和，当有人去调和这个跟外族宗教跟文化冲突的时候，就产生一大堆不同的主义的冲突，就比如像诺斯底主义啦、希林图主义啦、纳吉安主义、曼塔拉主义、摩尼教圣经的正典呢，跟这个正统教义上的争议，主要是因为有各种不同的主义对经文还有教义有不同的解释，所以就造成了冲突内部这个惩戒跟道义的争执就是因为有一些不同的教派他的观点，像比如像诺瓦天主义多纳图主义这些教派，在教职不同造成的派别争执方面，也最有名就是这个多纳图主义。那我们可以现在下面我们就一个来跟大家讲解。我们说这个福邦想要调和这个基督教跟犹太教的时候，就产生了所谓这个福音犹太化的冲突哈。福音犹太化当然又称为福音律法化，那这些人呢，就基本上就主张一个人要得救，就是一定要靠个人的行为，而不是只信靠主耶稣基督啊。所以一个是因善称义，另外一个是就是保罗所宣扬的因信称义之间。那我们知道说这种因善称义当然是一个太偏颇所以使徒们的书信里面就一直斥骂这些人叫什么假教师，他们传扬错误的信息来误导这个信徒，所以他们是最早的异端。详细内容我们现在就不讲，那我如果想要看这些详细内容，请大家回看我们在教会历史的第三讲就有 cover 这一部分那至于这个诺斯底主义呢，实际上它是结合犹太教跟希腊哲学的一种思想。他们主张得救事实上是要靠追求一种特别的知识同时他们不信任主耶稣基督是神更不相信这个三一真神所以这个是他们就是早期的异端。那想要看这详细的介绍可以回看我们教会历史的第四讲。希林图主义希林图事实上是一个埃及裔的犹太人那他也是结合了这个犹太教跟诺斯底主义而成。
但是他又藏在这个基督教里面。他们认为说这个世界不是由唯一真神创立，而是由在这个真神下面的一个另外一个神叫 Demiurge 所造。同时，他们也认为说耶稣是人受洗之后基督就降临在耶稣的身上受苦的时候基督就离开耶稣。所以他们呢，基本上他们就否认这个保罗跟使徒行传。同时，这个祝福音书里面，他们只相信马太福音，但是又马太福音里面的家谱也改了一下，所以这也是一个早期的异端。那当然，这后来他们就跟诺斯底主义结合。然后再来另外一个冲突就是马其安主义的冲突啊。那马其安也是诺斯底主义的一派，他主张说新约跟旧约有两个不同的神那同时，所以他们就当然不信这个三一的真神。那马其安本身呢，特别制定了一个最早制定的所谓的新约的正典那当然这个是不完整的。那他也是早期的异端之一呢。想要看详情，请回顾我们这个教会历史的第五讲。蒙塔纳的这个主义呢，也是产生一个冲突，因为这个外跟外族的这种观念呢。那蒙塔纳他们本身讲是注重这圣灵的恩赐，特别像收益人的能力，他们认为这两项能力比圣经的教导更重要。然后他们又把这个信徒分成属灵跟属肉体的，那只有属灵的才可以得救，那所有的蒙塔纳主义的信徒都是属灵的所以也只有他们才可以得救。那当然这也是又是另外一个早期的异端。那如果想要看详情，请回看我们的教会历史的第五讲。再来就是这个摩尼主义摩尼主义事实上是结合了基督教跟仙教古代这个波斯的拜火教形成的，它是基本上是一个泛神论，加上诺斯底主义，还有一个厌世论的这些混合的。他们认为是有个二元论，就有善恶两个势力存在那当然这个是不对的，因为我们说善就是神嘛那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任何一个恶势力可以跟神对抗市场是没有那个善恶两个恶势力对抗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早期的异教之一。比较特殊一点就是有位教很有名的教父叫奥古斯丁，他最早期的时候曾经是摩尼教的信徒，但后来他改信了这个基督教那至于这个教派的惩戒跟道德上的争议大部分是因为呢教会对因为受逼迫而背信的旧信徒。只要有真正悔改的证据，他们就可以被接纳回归为信徒。可是有两个派别有两个教派，一个叫 Novatian，然后一个叫Donatus，就是诺瓦天跟当纳图这两个教派他们对这个受逼迫而背信的旧道主，他们拒绝接纳就拒绝让他们还回教会的请求。也因为他们这两派在坚持这样子，所以就造成有些地区的教会就因此而分裂然后在那个特别是 Donatus 东纳图这些教派他们认为，如果经由曾经被信或者是后来被定为异端派别的教牧人员洗礼的信徒应该重新再受洗礼才能成为信徒。因为他们坚持这样，所以他们就从主流教会里面又分离出去。但是后来呢，爱胡斯丁就指出他说教牧人员的品性并不会影响他教职上的动作。为什么呢？因为教职的人员所指示着神的一个媒介实际的动作事实上是基督在所行的。所以虽然教职人员的品性也许不当，但是他并不会影响到这个所执行的，比如说洗礼这样的动作。所以真正的教会事实上只要有信经、圣礼跟主教制度存在，这就是真正的教会。这就是奥古斯丁告诉大家，不应该受到这个像 Donatus 这样极端的这种教义的那种影响。在复活节方面就是庆祝这个节日，事实上也有一些争议以东方教会就是以这个希腊土耳其一带这边的教会叫东方教会这些东方教会是以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尼散叶
十四日为基督被钉十字架纪念日，然后他们以这个犹太人弥赛亚16日是基督复活的纪念日啊，那他们不管他是星期几啊，换句话说，他们就用犹太历14日跟16日啊来当为啊纪念日。那西方教会呢，就是以罗马这一代啊，在西方的这边的教会呢，就比较注重的基督在主日的时候复活这个事实，所以他主张复活节啊不应该在非主日的时候举行做纪念活动。啊，事实上像我们的新教哈、啊、，the Protestant， 也就是啊 follow 这个西方啊，就跟着这个西方教会的这个传统。除了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这些争议之外，事实上有一些更大的争议，就是在所谓的教义的争议。那为什么会有这些教义的争议啊？这个教义的争议基本上就是当教会往外扩展，因为没有合一认同的经文的解释啊，所以信徒这个对这个经文的啊诠释方式会随着解经者不同的领悟而产生不同版本的说法。同时呢，各个地方哈的领袖、教父啊，或者是主教，就是经文的解经者啊，或者是教义的传扬者，那他们呢，对这个经文或者教义上的解说，有时候是会互相抵触或互相矛盾的啊。但是各方又经常讲，常常会啊坚持自己的己见，对不对？啊，继续宣扬自己的观点，所以就造成了这个教义上的这种争议啊。到了这个公元320年，这个时候呢，基督教教会并没有一个所谓的仲裁机构啊，就没有说一个类似像法院或者一个讨论的平台，可以完全来解决这个内部对经文及教义上不同解释的争议啊，所以很多这个问题就这样，就一直一直有这个争议，就虽然有人就积极辩护，但是就一直搁在那里啊，没有成为一个定案。这些教义呢，就造成讲信徒无法适从的，不知道应该相信哪个主张，或者哪个经文的解释才是正确啊，也因此让信徒就产生了很多不必要的困扰，甚至造成了教会的分裂。那所以下面我就把几个主要的争议的题目啊主题列出来，大家一起来跟这边跟大家啊讨论跟分享啊。教义的争执啊，第一个主要的题目就是这个三一神论，也就是叫 Trinity 啊。那基督教的三一神论呢，基本上我们说，基督教信奉的父、子、灵三位一体的一神论啊，也就是说什么啊？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个位格存在一个体啊，而且都是神啊，但是也只有一位神，而不是有三位神啊。可能很多人接触到这一点呢，特别对这个三位一体，可能也许会有很大的疑惑哈。早期我也是有这种困惑。我们前面提到说有三个位格哈，那这位格的英文是哦，就叫 person， 拉丁文叫 persona。persona 基本上是这样，就是一个就是平时有人在演戏的时候是说戴的那种面具一个面具就代表一个身份嘛，对不对啊？所以那这什么意思？就是说有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个 person 存在同一个体里头。这个观念其实上我可以举个例子来跟他解释啊，这三位一体的这种观念。比如说像以我来讲啊，我对我的母亲哈，我就是我妈妈的儿子，对。但是当我回到我在 California 的家的时候呢，我是我儿子的父亲，对。那同时我也是我太太的丈夫。像现在我在教大家主日学，那我就是老师。这几个这种不同的位格啊，我同时有好几个，但是都是在我一个人的身体里面啊，那这叫三位一体，事实上也就是这样来啊。如果我们用这种方式来了解的话啊，就不会对这个身后甚至圣灵三位一体为什么只有一个神啊，这个会觉得有点奇怪哈。这个就我用这个例子，大概就是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很好的解释啊。但是呢，早期啊，大家对这个三一神论的争议啊，倒是非常，就是非常多
一开始就先是有一部分这个犹太裔的信徒，他因为他们接受了这个诺斯底主义，那诺斯底主义我们知道他们采取的是多神论哈，所以他们就不接受这个三位一体的这种一神论，那当然这些人就变成是异端啊，他们这些论点呢，事实上在初代教会啊造成很大的负面的困扰啊，使徒保罗、彼得甚至约翰在他们写的书信中都有提出警告啊。提醒信徒不要受到干扰啊，造成的背弃真的信仰哈。还有一些人呢，他们认为说，好，他们也相信三位一体的神，可是他们认为说，用三位一体这个词啊，这种观念容易让人传教成两位或者三位的三个神，所以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呢，他们就说，我们应该讲说是，要保持一个独一真神，他们倡议吧。三位一体，简为就一位啊，所以说只有一个神的位格啊，而不是三个位格。那这种哈、啊，这种论调就叫做神格唯一论啊，或者叫神体一位论啊，这个都在当年这教会成立到320之前就产生很多这个争辩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神格唯一论的争议是什么样？这三位这个神格唯一论的一部分的派别，他们提出啊，他说，基督圣子这个子事实上是没有神性啊，那耶稣基督呢，超自然的神性是由父神所赋予的。他们认为耶稣只是人然后在受洗的时候呢，神赐给了这个圣灵啊，然后神就这样就认养耶稣作为神的儿子所以耶稣就因此变成为基督，同时也变成是神子。那这一派的说法呢，也就是一般人家所说的养子说另外一派的这个神格唯一论者他们认为说，基督跟圣灵事实上都是神的另外一种表现所以父与子只是形象上有一点差异所以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其实就是圣父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再次被钉在十字架上受苦。这种说法就是所谓的这个天父受苦说对，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也是另外一种异端的学说还有一种是他们认为主圣子跟圣灵都是不是神的这种争议呢，在亚历山大有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叫 Oregon Oregon 呢，他就说，圣子耶稣基督是父神的发射物圣灵呢是父与主的共同的发射物所以换句话说，圣子是由父神那边出来的，然后圣灵呢就父跟子一起共同出来的，所以他们都是等于是相当于被造的圣子呢就比圣父低一个位阶。圣灵又比圣子低一个位阶所以根本就不是所谓三位一体的那个真神那所以这个当然就跟基督教信仰的三位一体不合嘛所以后来这个 Oregon 也被视为这个谬妄第二个造成这个教义的争执的地方，就是在圣旨也就是基督论这个论点上面那我们来看看到底有哪些不同的论调。在我们开始谈其他的问题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基督教的真正的基督论是什么？基督英文叫做 Christ，希腊文的就叫 Christo，也就是所谓的救世主在希伯来文就叫做弥赛亚基督教认为耶稣就是救世主，是基督，当然就是神同时呢，基督是讲是道成肉身，降生为人所以他是完全的人在人世间被称为耶稣所以呢，这个耶稣就是基督，耶稣基督也就是神，然后也是人，这就是我们基督教所信仰的基督论。这些其他的这种异端的这种基督论呢，当然比较有名的就是这个。诺斯底派的他们认为说，基督虽然是灵但是耶稣事实上是人。当他在受洗的时候呢，这个基督这个灵就降在他身上
然后神来认养这个耶稣为神的儿子，然后当这个耶稣被后来被钉在十字架之前呢，基督又离开了他，那这整套说谎呢，那这整套说谎就是所谓的杨子说的这种异端的思想啊。那他们这些人呢，就认为这样，他们说这个当耶稣基督说神啊神啊，你为什么要离弃我啊？就那个时候，事实上基督就已经离开了耶稣啊，所以耶稣也因为这样，所以耶稣才会在十字架的报应说，神为什么离弃他，让他丧失了神儿子的身份啊？那当然，这个说法就像跟我们所谓的这基督论是不合的哈。那他们继续又说，这个耶稣的神性跟人性并没有长久的结合啊，所以他们也反对。啊，基督是道成肉身啊。那另外一派也就是马其顿派，他们认为说，耶稣是神没错，但是他是用人的这个样子出现在人间啊，他事实上是一个幻影。他们变成说，耶稣的身体并不是真的血肉之躯，那只是一个幻影啊。所以这个又是所谓的这个基督论里面的幻影论啊，这当然也是一个异端的邪说，所以因为是幻影，所以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受刑复活升天啊，这些都是神投射到人间的假象啊，所以他们也是当然也是反对这个基督，道成肉身这种说法啊。再来还有一派，他们认为说基督事实上是有两位，一位是在天上是高贵的基督，另外一位是在地上卑下的基督啊。那耶稣就是在地上被这个卑下的基督，那这个当然是跟我们在经文的教导是不一样哈。我们看保罗在腓立比书的2章6到8节，他就讲，他说他本来有神的形象这个就耶稣基督本来有神的形象，反倒这样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然后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就讲得很清楚了，对，耶稣基督本来就是神但是他就道成肉身，成为人，然后这个时候他觉得卑微自己而不是像这一派讲的说，基督有两位，一位在是在天上高贵的基督，另外一位是在地上卑下的基督那我们再来看，针对这各种不同的异端的这种基督论，约翰一书4章2节他在约翰告诉我们说，凡先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而来的，这灵就是出于神约翰在告诉我们，我们怎么去判断一个圣是一个灵是真正的圣灵就是用这个来证。换句话说，耶稣基督本身上是道成肉身，是神。道成肉身来转到这个人间，所以他基本上就在驳斥前面这一些各种不同的这个叫基督论的说法约翰所驳斥的这些对象，可能就是这些流派的先驱他们后来都为这个诺斯底派著书立说试图来误导我们这些信徒至于对有关的圣灵方面，也是有一些争执那神格唯一论者，他们认为这样。圣灵是神的一种的表象所以圣灵不是神那亚历山大的 Origen 就我们刚刚也有提到这样，他认为圣灵是父跟子的共同化身物，那圣灵又比圣子极有位阶，所以圣灵当然就绝对不是神那这种是这样，当然以我们圣经上父子灵三位一体的一神论的教导是不符合的那我们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好，那我们一起来跟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在新主日的早晨，让我们能够继续在这里研读你的话语。我们知道教会在从成立之后就受到很多这种各种各样不同的压迫，甚至连教义上的争议都有。我们祈求你让圣灵常住在我们心，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了解认识你的话语。让我们不要受到其他这种异端的论调的误导，我们也祈求你保佑那些目前饱受战火欺凌的人们，让和平快乐的日子早日能够临到他们。
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而求，阿们。我再占用一下大家的时间，我们是一个非盈利的教会团体，那我们希望请大家帮忙订阅、按赞并转传我们的课程，同时也记得开启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的课程我们就可以通知你。同时你的这个订阅、按赞跟转传也是对我们整个团队的一种鼓励。好，那下面我把我的电邮跟网站QR code 放在这里，如果你对今天我的主日学的题目有任何问题，欢迎你透过这两个方式把你的问题送给我，我会很高兴来跟你一起来讨论。好，谢谢。